你从这边，你打的那个打的。
很小心在用它哦。然后刚好上场的那个对手他是左撇子，然后球刚好在中间，然后我已经准备好，我想说他应该会让我打，然后我就慢慢的，我就出手，然后完全是很轻，因为出手你可以变那么快，一个瞬间再出手，因为他感觉我出手慢啊，他对你的生活钉我就不出了，我就是等到球快到我就一出手，然后他也同时间。然后他看到我已经伸出来了，我的位置是应该是，就他是左撇子，球刚好在中间，就很明显。可是他的位置是比较我后面一点，就是我大概就是我的位置，他大概这边。因为十分，因为十分也可以，因为要放在。